直接拿精油露来当那个氢氧化钠的那个溶解液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比用水更棒哎哈。对对，它有味道会更会更有味道。喝了吗？你多倒一点，然后就给人家就 OK 了。多倒一点，然后给人家就 OK 了。啊，差一点点没关系的。嗯，多一点点，少一点点，无所谓。